热水玉米面啊，玉米面条炸的青椒鸡蛋酱，真香。加点好带劲了，好吃。用的这块面条啊，它这里边是这种湿面，你知道吗？不是那种干的啊，零添加零防腐啊。梦瑶辣，一直想尝却没舍得入手的，现在赶紧入手吧！人家现在出这个尝鲜版的啊，39.9三袋。原来一袋价格，现在能买三袋，就是少了那几块牛肉。吃过老款的都知道，超级划算。哇，太香了！这个对于爱吃辣的人真抵抗不住啊，如果你感觉你自己特别能吃辣的话，把这辣椒剪开更过瘾。宵夜来上这一碗超级爽，这面真的是又香又辣，
说这里只放了一半辣油。好吃。今天吃红烧肉、肥肠、拌面，来鸡蛋。来点陈醋、辣椒油，哎呦，这么一拌，红烧肉。盖上，来点蒜，我愿意吃宽面。